插席其中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去接受一些不完美的事情，在一段關係裡面或者是對方或者自己也好，其實都是一個不完美的一個人，即他會有很多不同的、高低起伏啦，是吧？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去珍惜每一個當下啦，還有去接受對方的不完美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物质或者是外来的东西去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但是我觉得、这些东西都是很暂时性的东西，最重要是你的心灵要觉得很富有，你内心真的感觉到那种快乐和满足感是无价的。插席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呢，其实是一种对于人生无常的一种描述，例如三加三，三减三等于化。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东西都太过执着的话，可能会过得很难受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学会放低，学会看化的东西，可能我们会过得更加精彩和自在。